画面中这只阿金倒在地上，还以为发生什么事，没想到一抱。 黄金猎犬四只脚空抓，一直挣扎。原来它装死耍赖，粘在地上硬是不起来。挡在机车道上被热心卫送员看到，立刻停车帮主人把狗抱起来丢进宠物沙笼。洗澡大只啊，它洗澡都会逃跑。那我们客人送外卖看到它就帮它了一下。乖乖让美容师吹毛的黄金猎犬，就是画面中粘在地上死命挣扎的同一只狗。原来它叫嘟比，超讨厌洗澡，一被牵到宠物店立刻落跑。这次直接倒在车道上，宁死不屈的模样让网友笑翻。留言说：“来人呐、啊，救驾！不洗澡装碰瓷啊！”还有人说，狗狗看到外送员还以为是来救它的，就是牵来的路上它才会这样子。它发现要去宠物店了，它就知道要逃跑了。狗狗讨厌洗澡，讨厌到要落跑，还好有。 好心外送员帮主人一把，行车记录器拍下逗趣画面，也让网友看了大呼太可爱了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